那过程里面哈，我觉得我遇到很多真的是粉丝，几乎都是新闻娃娃带给我的。那很好玩的，包括小孩子，小孩子也是，就一般候选人绝对不会去管的，这小孩子。你看那个小孩子不，早上哦都会骑着摩托车，妈妈会在他们放在那个前那前面，然后抓着那两根那个后照后镜。你看所有的候选人一定怎样呢？厉害哦，厉害哦，搞炸哦，搞炸哦。那就不会去管这些小孩子什么的，但这个小孩子我会特意说拜拜拜拜。你知道那个小孩子我在过程里面大概交了10个这种朋友，直接会到我服务处来找我说叔叔你怎么今天没来？然后他会帮我去拉票，他打给他阿公，他给他阿妈，打给他叔叔，你们等来不？今天一定要投给罗志叔叔，罗志叔叔。你看囡仔就天真吼，唔知是好人歹人吼。哎呀，拜拜，阿伦，拜拜吼。好人。哦。就那个。你好，你是一个人好好啦。然后这些小孩子很可爱，那还有那个女粉丝那种更可爱，我现在竟然知道我女粉丝你就要小心哦，阿基斯，因为他们也很热情的，我终于能够体会有那种女孩子过了30岁40岁那种澎湃，那真的是那个在菜市场碰到那是扑上来哎，对，我讲几个比较好玩，第一个就是我碰过一个，对不起哦，如果你在电视上不要介意，他一看到我啊，你是罗有志，好高兴哦，我说哦谢谢谢谢，哎呦好棒，我看到你哦，好像先是摸手无所谓嘛，就这个礼仪嘛，这样摸手这样，摸你嘛，哎呦，就是呢。摸手是地方礼仪，地方礼仪还好，地方礼仪还有就叫国际礼仪，对，还好。他后来就走了，我说啊、哦，要记得帮那投一票，走回来就，哎、欸，拉款呢、啊？哎呦，拉款、啊，摸脸摸脸，这样子，然后就一直这样看，哎呦呦呦这样，我说哎呦，喝假款哎呦呦，高兴，拜托，然后后来他又走又回来，哎呦。就在那边真的有难咯，摸到这边了，对，他现在开始摸胸部这边，这样，摸胸部，金刚爸爸哦，这两金刚爸爸，坐在，这几岁啊？对啊，我看到我目测应该40几快50，然后啊，这两个坐在几，金刚爸哦，这边也实在，然后一走过去，然后旁边那个助选台说有这个人一下，有票，所以你是。还没，他怎么回来？来回6次，哇！他又出去，他是一直跟着你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我一路走嘛，而且我真的走很慢，因为大家一直在照相要什么，然后后来就又绕回来，他竟然摸腰，哎呦，这腰高刚腰，第4次，那越摸越下面，最后越摸越下面。然后后来摸到屁股，啊，他就是，哎，你都没有反抗啊？我没有反抗，那就贵人那一票吗？对啊，牺牲老大哦，一张票一夜情嘛，不是一次情，一次情啊，所以他3000多张票，你到底被摸了几票？改不会算了啦哈，所以你有青菜种啊？可是一张票的话，安尼3000票，你写啥？你写啥？刚好10年呢，一夜情啊，一夜情啊，一夜票，然后就这样一直，他一直摸到屁股，然后再一下，我真的说再来不行了，给他，我要走快一点。这个，但是我觉得很可爱。你为什么不让他不小心滑进去？我要滑去哪里啦？我听起来好不舒服。那个裤带要勒紧。你们给他讲的社会新闻吗？他是这样一个40几岁的妇人，那他有一个继子。啊，这个妇人啊有老公，可是她偷情，在他们家的后面偷情。那偷情被她继子19岁，啊，她这个被继子发现，啊，继子很生气，因为这个继子是这个妈妈带大的，哦，如同亲生母亲一样。所以我就想起了，发现了一个精料，跟人家都个台，渡破长流哦。哇！那警察问女生说：“你们有没有通奸？”因为男生说他们通奸嘛，他太太是承认的，可是。这个男生说没有，好，我，这个，因为他后来那个细肩带都掉了嘛，他说他不小心滑了一跤，手就滑进去了，为什么搞了一拱？这么滑进去多好用，不行，那里面真的要阿基斯造福不浅啊！哦，不行，你要把持住，那个不把持住不行。还有一个签名的也很好玩，他那个一个。大概50几岁了，然后我是在三峡的市场是一个 T 字形嘛，那我在路口那边发面纸拜票，他从那个路口走出来，一面看到我一直这样看，一直看，啊，
好高兴这样子啊，就拍脸了。所以女生高兴都拍脸比较多。对对对，他出来不是拍脸，他就很兴奋，在你面前一直叫，一直叫啊这样子。我说啊，阿姨，谢谢哦，谢谢哦，谢谢啊。那个我要你签名可以吗？我说好啊，当然可以啊。我反正过程没有经常签嘛。我说你要签在哪里？上次哪有拿1000块给我签？哇，那个毁损国币，对，毁损国币，我就很勉强的，我再拿一张跟他一样大的，我签在上面。我说你可以裱在一起没关系，那不要让我签在上面。然后我说也不会有多为难，就因为阿姨刚从菜市场出来嘛，啊不，你在被签带啊，我拄只买啊，我无你签这话，你拿出来你无垃圾啊。胸罩溜出来，溜出来，不是啦，这是被啦，他刚好剛去逛菜市场嘛，哦、很多的妈妈、哦、好多的胸罩，哇，你的反应是什么？我、哦、一拿出来，他要有签，我说。那签在左胸还是右胸啊？签在里面还是来历还是外面？我签在左，是来历啊？应该是左边，哎、欸。就这边的这边，这应该是左胸。啊，里面里面，我才知道原来女生里面哦。对，我才知道，因为我才知道女生里面有钢条，然后她钢条上面那边比较好牵。比较硬，比较平。然后后来我就签，为什么越签越尴尬？你知道，坐了这么多人，然后我就捧着一个胸罩，然后在签名，我也很尴尬。然后他就拿回去，哇、哦，好棒，好棒。嗯，我回去要不要穿啊？我说阿姨，亲在你阿姨都。你叫阿姨哦。我叫阿姨。记不好哦。你还叫阿姐啊？哎呀，难怪我选不上。然后我就看着他这样心满意足的，然后就一路这样拿着，然后这样走开，所以我觉得其实那我跟你讲，那种年纪的女孩子，她的那个感情是很澎湃，她对她喜欢的人那个表达哦，很直接。可是我们怎样也没有想到说把胸罩拿出来签，我也没想到。然后穿着那是什么感觉？她应该不会穿的吧？而且还不是向外，是向里面哦。哦，对，这样应该不会。这样再穿我也没办法。但你也没拒绝。而且我好难想象这发生在台北市，就是在北部地区。三峡。因为像我们不是去中南部，对，就是帮忙，就是帮候选人就助选嘛，那就真的会遇到一些很热情的，就像刚刚有志讲那种中年的熟女，嗯，那她的确就说可不可以跟你合照，嗯，那你当然说好啊，然后就马上这样子，哎呦，就天过来了，但其实她就是很开心，因为她觉得她在中南部地区，她比较少看到电视机前的人走出来，所以她会很热情，对，所以你刚刚讲。很长啊，很长，或是说就是会直接比方说就是勾着你的手啊，对，但是没有像有志讲的那种摸摸脸，可能比较含蓄一点。你那个真的是奔放。我看那有的粉丝讲话也真的很实在哈，也真的很呛啊哈，因为你也没办法骗他。我这800年前嘛，有一次去旗津，然后呢那个旗津很多海鲜店嘛，然后就叫海鲜，然后那个点菜小姐看看，人家说，哦。你有在电视出现哦，哈，我讲，就好你那样，对哈，你叫什么系嘛，哈，我讲，我叫田丽，哈，阿姨讲，不可能，田丽身材较好，你不是田丽，是跟你讲安尼，你讲嘛，你有在电视出现，啊，不过你个骗嘛，我多，系啊，你个骗我田丽嘛，我多，我一届有骗过呢，我一届去石碇买肉粽，啊，我拢素颜嘛，讲哎。小姐，你做面试的呢？有人讲你甲刘婉做熟的无？我讲有嘞，有嘞，迄是阮姐姐嘞，阮姐姐安尼嘿，我是因小妹，讲啊，无怪哦，你甲恁姐姐讲，哎，你加做水的呢，你那拖片啊，安尼生做较老较歹吼，你吼，你爱甲看你阿拉伯用甲讲安尼吼，啊讲出来了，啊我是讲你慢慢甲讲啊，我无讲啊，可是后来吼，我去第二次，他就说，哎，你好像骗了我，我上去 Google， 你好像没有妹妹，我跟你讲最尴尬的是我们两个一起去买饮料，有没有？哦，对，欸，你好面熟，你是那个许胜美哦，那才尴尬，说他是许胜美，然后说我是江中博，他说我何博文，对，所以有些人认错人，说我是周延武。啊！你老公好惨哦，阿婆接不起来，我跟阿婆接不起来，我都要不敢配暖。哎，那是计程车司机，啊，上去就叫我讲，哦，阿哥你好，啊，我讲我不是阿哥，伊讲是啦，免假啊，啊，我讲讲不是，我是黄月水，伊只讲声有型啦，但是你原来是阿哥。哎，真的啊，你介伊个泼漆事件啊，我去饭店啊搭电梯，啊一个男的跟我同一个电梯，咪咪他就一直看我，一直看就说你还好吗？那我就说啊。我很好啊，许胜美。
你真的还好吗？你如果难过的话，可以讲出来。我说我就知道他认错了。我就说我没有被泼漆，然后我你不对 OK， 就这样真的。你讲你电梯我把渡过，一阵乌巴山，阿弟把你看到我，我讲啊，你敢不是郑宏宇？我讲系啊。哦，你电视混抹真高。不是，想要求大家，因为电视看到我们两个同一个节目太习惯了，所以偶尔我若出去前面，人讲嗯。阿来郑宏宇不来，我跟你讲，我今日去甲炸出来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你去甲炸出来。啊，我不要那搞把戏啊！啊，你莫虞美人。你莫虞美人。那一幕怎么会真的？对。我那个粉丝很可爱。我记得有志那时候来上我们节目的时候，有个艾瑞克啊，他有认为说，哎，你的选举如果在选前，你这边如果有长这个这块有长痘痘或者发红啊，那就是那个。所以后来我们就一直每次看到他，都先注意他这个地方。有时他才说，哎，没关系，我长一颗痘痘，可是很快就消了哈。对啊，两天就消了。通常痘痘会暖条就过呢，两天就消啊。我讲你无掉，完全是因为偷刀害。有啥物？讲这个啊，讲这个会长痘痘的条啊，自己残害自己嘛，无要紧，不要条，啥物都无要紧。有多吃一点呢、啊？我这个过程，我觉得太多的迷信什么的哈，我觉得，但是到最后还是要回归自己。我感觉，你包括美人姐一直很好奇，我不是讲那个城隍爷曾经预言过。